部队锅，这个部队锅439元是在 Costco 买的。没错，先来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料。我觉得它料看起来蛮多，我觉得我们不一定吃得完。喂，有什么啊？感觉很丰盛哎。这个是泡菜，那这个感觉是？这个感觉是，这是韩国常看到的东西哎。这个是。就是那个豆豆啊，早餐好像也会看到这个东西。那这个感觉就是辣酱啊，就是要炒的那种酱，看起来蛮辣的。看起来很辣。完了完了，我小孩可能不敢吃。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很像厚的火腿，我觉得应该这是火腿。对啊，这感觉很像火腿。那里面超厚的，看到没？火腿，然后还有一些蒜苗，这是年糕、泡面，泡面中间还有加两片 cheese 片。哎 ，cheese 很重要哎。对啊，是韩式。必须一定要有的，然后还有豆腐跟小热狗，那这边还有火腿片，一二三四有四片。看一下它的这个肉大不大包啊？它的肉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算是培根啦。嗯，薄的培根，马上就熟的那一种。哎，这样400多块也没有很便宜哈。就还好，就方便啦。对，就方便。然后它还有很多的金针菇跟高丽菜。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试用这一台电磁炉。我已经买了快半年，到应该有半年哦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它。哎，我们已经开过它啦，应该算是第一次使用它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米家的电磁炉，很高级耶。刚才蔡依林也吓一跳，你看这边有个液晶显示。对啊，它要怎么用啊？它现在这边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定时，一个是功能。那现在很简单，不用管定时。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 app。不过好用的东西就是直接就要会用。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为了这个电磁炉啊，做了220的电在那边，插110啊，灯也会亮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正常运作。所以你现在插的是220。对，我现在插的是220的电。这个电磁炉很简单，按功能，然后这边左跟右啊就可以切换它的功能。你看，有火锅。还有汤粥什么有的没有的，炒菜还有炒菜，我们现在应该先用炒菜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它还有什么，它就是火锅、蒸煮、汤粥、炒菜，总共就这几种。对，可是你再怎么煮，其实也就这几种，所以这样就够了。我们也不知道它的这几种差异在哪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应该先要煎煮吧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一个步骤，我们要来先爆香，用到。炒菜吧，然后再按一下功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转它的大小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炫哎！我想转哎。转大以后，它这边会有一个 LED 的灯一直亮过来。亲爱的，你知道电磁炉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电磁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够强。对，有一些电磁炉很弱，然后你煮火锅的时候，你都觉得快要饿死。我特别接了一个220的电在这，应该很强，试看看。好。我觉得不用太多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吃的那些培根都会很油，好，所以你现在用手把这个绿色放进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开大一点哦，把它转到最大好了，试看强不强。用那个不用放，只要先炒这个。欸，最大它出现噗滋噗滋的声音哦，感觉很强。欸，感觉蛮强的。我觉得太强了。你觉得太强了吗？欸，一下就强了，转弱一点。对。调到70好了。好，加一点点泡菜。多。哎 ，Costco 的泡菜好不好吃？跟7点一样。我等下吃看看。泡菜，试试看。好，试一下泡菜。就泡菜。好吃吗？算脆，不会很软。好香哦，那味道出来了，我的天哪！炒一点点酱，我们不要炒太多，因为这个蛮辣，我怕小朋友不敢吃。一点点就好。我就是不要吃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一点点。那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们家的米家监视器响了，等一下我先把它关掉。刚才我们家的米家监视器响了，然后手机也在叫了，那边有个网关也在叫了，还蛮灵敏的。好，接下来加水。接下来加水，可是爸，你拿水真的太少了。那我们现在把功能调到火锅模式，火锅好，然后把它调大，我调最大看看它快不快，好不好？那现在已经滚了，哎，它滚蛮快的，我把它调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已经调到47了，你看这个火超大的，我要再调大一点吗？还是这样就可以了？
不能再调大，太大了。太大了，那我调小。对，它滚了之后，就是把所有的料丢进去就可以吃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丢进去。好，等一下我丢完之后，先帮你们捞一锅起来，然后我再跟爸爸把辣酱加进去。对，韩式部队锅它汤都很少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沾它那个辣酱，其实那个水不用很多，大概一。其实像这样可能大概就一公升左右。今天我们自己有自备一盘松板猪，因为我们真的很怕肉不够吃。现在感觉火可以再稍微调大一点，我们再把它转大一点。煮火锅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青菜给加进去，然后其实韩式部队锅一般都是就是你可能料都直接放上去。要盖起来吗？我觉得可以哦、喔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摆漂亮一点这样。好，把它放满一点。已经滚了，已经滚了，很快，速度真快。哎，我觉得它蛮快的，威力很强。因为我们家之前那个，我觉得真的弱到爆。之前的那个是110的，这台是220。对，我们家之前那个。那我们要把它盖一下，盖一下。好。感觉这个火力很旺，我觉得火力超级旺。关小一点好了啦，210的电啊，电磁炉那威力都超强。你看调到70啊，火还超强的。再小一点好了。欸，你一个人吃不会不好意思，肚子超饿的我。你们知道金针菇怎么样最好吃吗？怎么样最好吃？就是下锅之后数到10直接起来。真的吗？对。你已经超过10了。要不要再软一点？不用。好，我要先帮悠悠捞泡面。哇哦，很可以耶，看起来很不错耶。对啊，哇，这看起来很浓郁耶。我天哪，那起司味整个香的不要不要的，香的是我的口味。嗯，我们现在先煮悠悠他们的，因为悠悠他们不吃辣，那接着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。因为我们刚吃那个辣酱还蛮辣的，我觉得小朋友可能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决定分2次煮。欸，我觉得你家这个电磁炉超强。对，我觉得，欸，你可以再转小一点吗？我觉得有点太大。欸，我们试看看差110的电可不可以更大一点。好，我们帮大家试一下差110的电可不可以。这个是110的电。欸，感觉上还是可以用。好，110的电我一样调刚刚那一下。啊，它出现了电压不符，所以一定要220。所以110的是不能用的，我帮大家证明了。欸，超酷的，第一次看到这边出现电压不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里。所以这真的，除非你家有220电，不然你不能买这个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看到电压不符104，好吧，我们还是乖乖的插在220好了。好，那我把它插回去。现在我们才要变成真正的部队锅，就是把辣的东西都加下去才知道好不好吃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加进去咯。我先不要加太多，我先加个一半好了。好，然后还有那个泡菜要加进去。泡菜不会辣，泡菜我也觉得应该是可以。对啊，泡菜我刚才吃不会辣，全部加进去。欸，那个整个风味完全不同。韩国的小孩好像真的就吃辣，他们会训练他们。趁现在等的时候，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米家的 APP 可以做什么，然后按一下米家电磁炉，我已经对好了。然后这个 APP 啊，非常的好玩。这个 APP 有很多食谱，你看这边写更多食谱，这边有非常多，可是凭我优秀的厨艺，根本不需要看这个，因为他就叫我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就叫欸。菜里煮饭他就会了。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五个模式啊，火锅、蒸煮、汤粥、炒菜跟煎炸，它底下还有一些官方的模式。好玩的是说，这上面大家注意看，有写个火力，现在的火力是57，所以它随时啊都可以知道现在电磁炉的状态。可是这没什么屁用。妈，你煮饭的时候会用手机看一下电磁炉的火力是多少吗？不会，我就直接看就好了。对啊，谁去看手机啊？不过下面还有一个官方的模式啊。官方模式我刚才有玩，我觉得蛮酷的是，比如说现在下面有啊，我知道它那个功能是做什么要用的，什么就是你就可以监视我是不是又在偷吃东西。欸，对，是是，如果除了这个用意之外没有别的用意。我在公司拿这个手机，你在家里煮东西的时候就会被发现。对，然后它底下还有热牛奶、炸鱼跟什么牛排。好玩是说，比如说把它官方的模式打开，有很多，我这边选一个煎蛋好了。然后我按立即开始，它就会显示怎么煎蛋。然后我这边按立即开始，它不理我，因为现在正在煮。我把它关起来，
正在煮的时候不能上传。我现在煎蛋模式啊，我按立即开始，按了。哎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就出现煎蛋两个字，所以你对它按一下，它就会开始变成煎蛋模式。这样酷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还好。对，其实就是控制大小啦。然后最左边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的按钮，我按一下看看。我按一下就出现时间的标志，我再来转，可以定时蛮久的，可以定时一个多小时哎。所以也可以拿来炖东西，所以整个设计啊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定时这边有个功能。我觉得定时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在煮一个东西，然后你定时之后，你可以去做别的事，你忘记了，至少它不会忘记，它时间到会关起来。这 Costco 400多块的部队锅，你觉得划算吗？我觉得可以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。它最大的优点是它里面什么都有，你就不用想，你自己买这些酱有的没有的，绝对超，绝对100%超过400多。对，而且你有时候可能在家要调这种韩式的风味啊。对啊，也没那么方便啊。你这样子也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其实是买得到，可是你它就是卖一罐啊，对，太大罐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个就一点点，你就只是偶尔想吃个韩式，就不用买大罐，其实蛮方便的。然后这个也是韩国常见的小菜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。对不对？那韩国常见吗？对啊，我常看到啊，就什么豆的。今天我们还自己加菜的松板猪，还有我们自己加菜的。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吧？我们要出歌了，今天结束了，因为老爸现在拿相机，到现在都还没开始吃，肚子有点饿，一直看你们吃，真的过分，你真的是啊，所以蛮推荐大家去买这部队锅来吃。而且我女儿是泡面控。他吃这泡面超开心的，对，他能吃泡面机会实在是不多，对、啊，所以他只要能吃泡面都很开心，因为其实平常我们也很少吃。Hello， 老爸冷片已经结束喽。如果你喜欢老爸冷片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啊，对，最后忘记讲啦、这个电磁炉机蛮推荐的，可是它最大问题就是说它一定要220的电。那因为当初我们家的厨房在设计的时候，我就有留一个220的电在这。不然其实它的威力是蛮强，而且其实这台电磁炉啊，原本网络上的评价就非常好，那整个用起来威力很够。可是威力够，最主要我觉得它是220的电，对，所以这个电磁炉非常棒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再见。Set my world on fire.